天热没胃口，试试这个好吃不胖的凉菜。豆皮切粗粗的细丝，碗里放蒜末、小米、辣葱花、辣椒面、白芝麻淋热油，生抽、陈醋、猫油、白糖搅匀备用。水开下豆皮、胡萝卜焯水，捞出锅凉水，泡好的粉丝也焯下水，放黄瓜丝、香菜，淋上料汁拌匀即可开吃。